不用我多说，你们就知道这是还原镰仓高校前站的经典场景了。樱花和电车好像也成了标配，成了我们致敬青春、表达爱意、传递美好的代名词。复刻的是江之岛电车，透过车窗可以看到里边的驾驶舱、连排座椅、三角扶手和人物立牌，车体的木质结构更增加了代入感。站台也是满满的细节，道口的信号灯和栏杆、铁轨和楼梯、道路两旁的樱花树、集电杆上的小鸟，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治愈。铁轨是凹槽设计，电车是可以在铁轨上滑动的，连接上电源，电车亮灯的一刹那，我只想说爷青回啊。这是若来的樱花之旅，无需胶水，纯卡口拼装，大概用时3小时，价格我也给你们打下来了，来我抖音再减20%。